啊，先想一下，你等一下。这都是怎样？这东西那个细节，不是地方。哎，休息一下。啊，现在看到，目前看到只有两只仅存的。是死掉的哈，就是因为它的环境很不利于它的生长，目前只剩下两只哈，就在这个树上而已，其他都环境都太差了。这次的死亡率有没有高达几成？这次的死亡数量，这个鼠粮数量的话，几成应该是九成以上，哦，是九成以上，应该是有。不就等于几乎要死光了这样子？对对对对，啊，这个是它的幼虫。幼虫。对，看看，看看，这火这里面都很湿，你看。对啊。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在里面栖息。这个以人类来说，算不算是溺毙啊？溺死。湿哒哒的。溺死。太湿，这都是太湿的关系，所以都死掉了。哎，都死掉了，很可惜哈、哦。哎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那之前游客滥捕也是一个减少的原因之一了哈、哦。哎，游客因为他还没到了我们那个办独角仙季的话，他们就已经也去了，他们已经来过了，哦，所以说他们知道说这个时间。我们这个地方那个独角仙已经出来了，嗯，啊，小孩子吵着要，所以说他们就先前过来看，啊，我们一直劝老张说不要抓，就是留一些给后面的人来看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了，防不胜防了，今年有没有可能再复育回来呢？今年？看今年的应该有了，因为我们大哥他还是最近都一直在陆续买一些那个堆肥回来，哦，看要复育，另怎说呢？所以说应该是明年的那个比今年应该是会有了，因为堆肥我们一直持续一直在买嘛，啊，光蜡是我们持续一直在种嘛。所以这边少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冲刷之外，然后又有人趁这个生长期间来偷抓，抓光光了。哎、欸，对，你可以讲一下这个状况吗？对，你说除了水之外怎样？除了水就是比较湿，它的环境比较湿，人为的呢？还有人为，就是外面游客他们过来看的话，就是顺便那个抓回去。他们抓回去不只是养还是要卖，我们也不晓得。所以说数量减少的原因还是这个的。实际上也很困扰哦。对，所以说也希望说，因为这个自然的东西哈，应该回归给自然。因为你抓回去的话，你还是养不活它，哦，就是留给你先来看嘛，留你不要做的话，就是留给后面的人来那个来观赏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哦，呼吁大家不要乱抓了哈，呼吁大家就看到这个就不要乱抓了，就现在少了也不要再抓了啦。哎，对，